大家好，有很多花友发信息问啊，之前我发布过一篇作品呢，就是瓶装太阳花的。不过他发信息是这样问的，他说如何给它施肥，就是施肥是比较的简单的，就是把这个瓶盖给它拧开。还有呢，他问啊，施什么肥好？在这个夏季的话呢，最好是用一种有机肥是比较好的。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如何给它施肥的。先把瓶盖给它轻轻的拧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就是用到刚才所说的有机肥，夏季施用有机肥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呢，用手举上十多粒，往瓶盖这里给它放上去就可以了。下一步，用到装满水的尖嘴壶浇水，让它渗透这个根系，就是瓶底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是不是特别的方便，特别的简单？好了，然后把这个瓶盖给它拧回去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所以呢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太阳花施肥就到这里了。好了，下期再见。